美带，哦，拉出来就长这样 ，OK。所以等一下老师会发一段给你们，哦，这个可以稍微折，这有延展性，对不对？金属，它，啊，这个有点氧化掉，如果你用砂纸把它磨一磨，就很漂亮，哈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它撕一段下来。那等一下我们烧完要测酸碱性，所以你要在这个里面先加一点水，一点点，听得懂吗？就刚刚这样就很好，哦，好，拿起水夹，都是一管子，把它夹起来。找一位同学比较会夹的，把它夹好，你不要夹到一半放开，这个洞洞就给烧出来。所以你不要放开，你要把它夹好。好，等一下那位同学要夹好，夹好之后打火机就来。我们先丢一张试纸啊，拿红色纸水试纸把它丢进去，等一下看它会不会变色。还没哦，来，打火机耶，打火机来，往后看。好，结果的时候所有水蓝的东西都要移开，知道吗？把它丢起来。火的哪里是最高温？最靠近这里最高温，这叫外焰、内焰、焰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加起来，加起来之后呢，在烧的时候烧这个位置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就比较靠近。等一下超亮，你不要一直看哦，怕你看到眼睛会瞎掉。不会瞎掉，但是会怪怪的。来啊，烧起来之后不就把它移向这里，知道吗？烧起来就移向这里，好，来，这有点氧化，希望，哎，差不多了，那再烧起来。好，一过。哦，不要一直看哦，一直看你等一下眼睛会有点黑黑那种感觉。还没烧完之前，你的手千万不要放开，烧完再放进去。好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观察它的颜色。来，盖起来，看它会不会变色。然后它在变了，有没有？变了没？看到都黑黑的，咬就是它就是一咬，然后都是黑黑的。这个是没烧完的，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变蓝色。变了吗？变蓝色了吗？有一点点啊，没关系，再等一下，它慢慢就会变了。对，红色本来是酸嘛，它变蓝色就是碱性，对不对？来，把它拿出来，有没有变蓝色了？蓝了没？蓝了。蓝了吗？蓝了吧？是变蓝色了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记得这里面水不要太多，稍微有到那个，大概这个射一到两下就好了。对啊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美带示范。